最后赞游淋一圈蒸鱼豉油，这个海鲜大集会在家招呼客人就好大体了。处理干净的白爽鳝加盐糖捞匀它，加埋啲蒜头豆豉蓉，炸匀佢腌十分钟，罩机铺上荷叶，淋一啲啲油，抹匀佢，铺上布拉肠，肠粉胚下边系等佢吸收晒啲海鲜嘅汁水，然后摆入爽鳝，摆埋啲白贝，仲有圣子，鲜鲍鱼先将佢芥花都摆埋上去。仲有就是九节虾啦，最上面撒翻啲红椒碎，整色水，水滚落锅蒸佢七分钟，时间到啦，起锅，揀啲葱花，蘸油，淋一圈蒸鱼豉油。这个筲箕海鲜大集会在家招呼客人就好大体啦。